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圣山南路圣家堂的吕金旭神父。今天我们来庆祝耶稣圣心节。今天的读经来自圣马窦福音的。那时候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些事隐瞒了智慧和聪明的人，而只是给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来喜欢这样。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，除了父以外，没有人认识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以外，也没有人认识父。你们这些劳苦和负重担的人，到我这里来吧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你们背负我的轭，向我学习吧，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。这样你们必会得到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今天是耶稣圣心节。耶稣圣心节当然是去看耶稣圣心，耶稣的心对我们人的爱。耶稣圣心的爱是从天父而来的，不能只停留在耶稣的身上，从天父而来，敬畏耶稣。耶稣以全副的爱，就是从他心出来的爱，全部整个来对我们的表达出他对人的接纳，特别是对罪人的接纳。在今天的福音当中，其实分两段，一段他是对父的感谢跟赞美，另外一段下面一段就跟人跟我们说，他感谢父，因为他将解释是隐瞒了智慧聪明的人给小孩子。小孩子来说，你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，很单纯，不多想。但是我们人常常多想，想为什么，想怎样。小孩子是不问，你说他就相信了。最后跟人说的段，那段说，我们要经过耶稣认识父，经过耶稣对人的爱认识父的爱。耶稣圣心是表达耶稣对我们爱，这个爱从天父而来。另一方面也知道人的问题，人所面对的，因此他说，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这里来。他知道人间的辛苦，很多时候没有办法，没所依靠，只能依靠天主。因此他要求我们劳苦负重担的到他跟前去，他使我们安息。爱我的人知道我的问题，知道我的痛苦，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所要承担的痛苦愿意放在爱我的人身上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的救了我们。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将我的困难，我的辛苦交给他，让他承担。他已经爱我们，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爱他。将我们的困难给他，是对他的依靠，相信他的救赎。让我们在今天耶稣圣心节当中，让我们同样以爱心，以依靠之心去投奔耶稣吧。谢谢各位。本节目由光启社媒体福传以爱还爱影音工程计划赞助播出。2020年耶稣会士南怀仁传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，请扫描影片中的 QR code 或电洽02-2771-2136转200。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。